面对身体素质的劣势，老婆队失误连连，老公队则气势逼人。老婆这边是否能够把握机会？老公这边小胖又有着怎样搞笑的精彩表演？一切答案敬请期待。电视机的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辽宁卫视为您送上的《你好，达尔文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鹏。大家好，我是达超。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是《你好，达尔文》的第二现场。其实我们在第一现场的时候的老公队跟老婆队当中，我们各挑选了五名非常身体强壮的人来到了现场。身强力壮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是在我们的今天第二现场要挑战的内容，不光是他们的体力，有的时候还是智力上。对，好吧，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的老公队，还有老婆队，有请。来到了我们的第二现场，要闯六关。我们先来问一下双方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？首先是我们的老公队，有。我们的老婆队，虽然说两队现在已经站到了我们现场。但是刚才其实你们看到了我们这六关想完成的话是比较辛苦的，我们的男孩子只有80秒钟的时间，我们的老婆队每个人有100秒的时间。在我们的第三关，如果前三关你们没有闯过的话，万一要掉落了，会从起点重新开始。到了第四关到第五关的时候，如果失败的话要到我们的第四关再开始。但是在开始出发之前呢，我们的大超先到上面做好准备了。好的，我们的口号是你好达尔文，四个三团。好，首先要出发的会是谁呢？我们先来掷硬币，谁来掷硬币呢？双方的队长，你们要选择的是蓝面还是黄面？黄颜色。 OK， 来，就这面吧，蓝面。蓝面。好，来看一下到底谁先出发。好，我们的老婆先出发，但是在出发之前，你们的口号是剑来相待，老婆必胜。你们的口号呢？老婆我爱你，今天我要战胜你。好，老婆出发。来，大超，你要先介绍一下我们完成的六关是哪六关。好的，那你现在呢要经过六关，首先就是你面前的这个鲤鱼跳龙门，之后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壁虎墙、云中漫步，然后是翻山越岭，到最后呢到我们的快乐滚滚筒，然后到达我们的终点，把球从这个圆洞抛出来，你就算赢了。当然在80秒的规定时间之内，有信心吗？有信心吗？你把人家当爷们儿啊，80秒，人家100秒行吗？我们老婆队巾帼弗朗聚美熬夜，还是100秒，还是100秒。好，100秒，100秒。好，100秒的时间，准备，开始。好，首先第一关是我们的鲤鱼跳龙门，要看一下你的判断能力怎么样。好，漂亮！哎呦，差一点，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，起点。好。第一关，这次能过去吗？刚才我们的小鲤鱼没跳过去。来，我们的老婆队给他们加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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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摔得可真狠啊！来了，赶紧到起点！快！还有1分钟的时间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呦，我们这老公看不下去了，好心疼啊！加油啊！快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你好达尔文，适者生存。我们要看一看是我们的老婆厉害一些，还是我们老公厉害一点。你的观众都说了，你往前蹦。你可以选择继续或者是放弃。5 4 3 2 1，稍微喘口气，稍微喘口气。
刚才看得出来不容易啊，一下出去我得摔了4次，这老公得多心疼啊，老婆这么摔。